好，来看一下这一次2月12号的新年20问。它这个第一个提示是出发位置是射手村，然后告诉你往左边走，并移动到计程车旁边的传送点，就这里。然后3号提示，经过了通缉告示牌。并往右边的梯子往上，就这样子。4号提示：往左边一直走，并移动到告示牌旁边的传送门。5号提示：移动至与最高之处两根柱子之间的传送点，就这里。6号提示：在巨大的树干里头，沿着垂钓的绳子爬上去了。7号提示：一直往上走，经过一架小的轻型飞机后，再次往梯子上去了。然后8号提示：移动至第一个见到的传送点。9号提示：努力地往右边走，并搭上了船。10号提示：到达后往新世界正左边的传送点移动。11号提示：一直往左边直走，并进入告示牌旁边的传送点。12号提示是一直往下走，并进入右方女神像旁边的传送点。13号提示之后看到了三个女神像，并进入中间女神像前面的传送点了。14号提示接着使用移动小帮手。往最低的方向移动了。15号提示：继续往低处移动，并移动至能前往更低处的传送点了，就是这里。16号提示：接着沿着绳索往下走，发现某个像是洞穴的地方进去了，就这里。17号提示：之后慢慢往更深的地方下去，并移动至箭头所指的传送点了，就是这里。之后往右边走，并移动至右出现的传送点，这是18号的提示。19号的提示：接着再往右边继续走。并进入出现了传送点了，然后是20号提示，往看得见的天空地方移动，就到达那个地方了。所以最终目的地是在这个鲸鱼岛。伤害皮肤。